继续了关心满鼻田事，只有一天基金会的统计，平均四五个成人的当中，有一对可能是因为身心障碍发展会过慢的成人呢。如果当然讲的满鼻田事，当然五个代过多成人呢会收到验跑通知单，不过要求满鼻田事的家长适应得唔到、适唔到适合成人的嘅教育环境，无敢无晒到。一天基金会如同一对冲突脑性麻痹成人呢，而验跑以前如看。人家并帮视察协助米天养，而大家来认识满鼻田氏，也来了解伊呢独到的求好困境。这个家庭都不管的，你怎么敢工作？你知道你女儿有多重吗？啊！我每天照顾她，我每天要背着她从楼梯这样上上下下的。今年八十的阿姨因正冲突脑性麻痹，生发哈哈歪椅子拼音。爱出门福建家下，阿妹嘅脚就会记住要嘅交通工具。若在家下不卡速度嘅，我建议铺托给社会同提出。家妈妈欢喜还欢喜，其实受骗呢。他需要的东西蛮多的，可能需要百位椅，然后轮椅、站立架、助行器，可能就是会跟学校的老师沟通。那因为嘉云他吃饭也不是很 OK， 就生活自理能力就完全都要靠其他人的协助。从阿姨阿奶爷满皮田氏，地台湾差不多有十万沙，家底位神中工厂有东多抗烟。韩国金马金台过后，认真打生意，从外旅行同长途有无强用？福建好高，无听说有合适的学习资源同环境，外头书只在动眼心。同侪之间，不管是家长或者说我们的同学的支持，有时候是排斥的。那甚至我们在就学的当中，我们发现他的软硬体是不足的，所以往往尤其更是在我们的偏远的一个弱势的一个社区的时候，他那个的资源的缺乏，所以能就近性的资源是不足，有时候不能在就近的学校里面来就读。低接触做了过后，阿姨的肢体能力已经有加进步诶。虽然还能无法吐自家老公耐心送本阿妹，不过佮还能了解妈妈难撇撇，外表太极对阿妹感谢。一天基金会老阿姨都多为很多艰辛挑战协助每天养，而用感动人的画面同大家讲，室外家室内同享同支持，安比天使每做的勇敢行出去。大家新闻来为你请坐。